立为周深。他们俩是我们班最独特的嗓音，我为他们选了一首极其动人的《贝加尔湖畔》。就在某一天，你要叠上去的时候千万别拖。就在某一天，就这样唱。我以前以为唱歌拖拍会更有韵味，没想到那英姐告诉我拖影响整首歌的意境，我会努力去尝试。什么感觉？我都无语了。经过调整后，李维唱得越来越好，我要好好加油了。这肯定是三季好声音舞台上的一枚最令人心碎的重磅炸弹。经过充分的准备，李维和周深终于迎来了导师考核之夜，只有一人能够继续留在那英战队。李维稳定的进节拍，周深怎么感动人怎么唱。我之前一直在思考，到底该不该继续走音乐这条路，是那英姐的肯定让我坚定了信念，我会用心唱好歌。我一直在网络上唱歌，那英老师的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肯定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唱下去。让我们继续欢迎下一组学员。首先是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，音乐是唯一家人的野孩子李维。接下来是来自贵州贵阳，拥有跨越年龄跨越性别嗓音的小个子宅男周深。导师考核现在开始。导师们，导师们起立，为你们的表演。